师大吊钢琴独奏系列林奕康的安徒生的错，拍了吉他版，拍了钢琴独奏，拍了这个钢琴伴奏，是我拍了三次，我都是再强调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，因为那个 chord 真的太好玩了，所以这个是好听过他新歌一双手。OK， 咁啊睇睇下先啦。咁啊开头咧呢首歌佢唔系好麻烦，一开头个 chord 就系 F C OK， 嗱，我呢个系一个参考嘅伴奏方法，咁你唔一定每一句都咁样用嘅，因为可能有时你觉得右手啲 melody 唔好夹，或者拍子上你觉得叫，咁可以改少少嘅，咁但系比较参考之法你，那个 pattern 就系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three thirty， 唔系黐线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停停，一二三四停停，停停。停停停停，可以系。OK， 呢个系参考指法一个 intro。咁你可以用翻啲简单啲又得嘅，即系我哋教过嘅。一五三又得啦，或者是或者密啲嘅十六分音符。OK 嗱，唔好限定你用边一种方法，记住，因为呢啲系参考指法，越灵活咁你就可以越多变化啦。OK， 咁啊先望一望下烟草右手啦，右手系几简单，呢首歌成首都几简单，因为佢好多嘅落 chord 点咧都系跟住个歌词嘅，咁变咗你会舒服啲。第一句 intro。可以留意一下我的指法啦，手指公、食指、中指。二三四，二三四，二三 ，A minor 第一季。重複。第二次就是 A F G， 留意下个 chord 咧，去到 A 段都系咁玩嘅。都系咁样啫。OK， 咁啊第一句咯。咁其实你照睇谱嘅话咧，冇难度嘅。咁啊，当做一个示范俾你睇啦。A。一个啦，跟住重复，知啊两个嘅 ，OK 嗱，咁我望下就系咧个头段比较麻烦啦。头先我话好多位应该系同个歌词一齐落嘅，咁但系头段咧比较反拍多，去到 chorus 嘅部分反而先至会多啲一齐落，变咗你见到咧就系落咗左手先会落右手嘅，快少少咁睇睇啊。OK， 咁呢个位要练一练啦。然后下一句 chord 系一样嘅 ，A F C G 高音啦。其实佢个 melody 有特别就系、是、都系喺一个 octave 一个八度入边嘅 range 做晒噶。加埋。重複，
OK， 咁呢个就系一个头段啦。咁啊，成段做一次俾你睇咯。OK， 短短一个八个巴定十六个巴入边，八个巴 ，sorry， 短短八个巴入边咧，想带出一个重点就系，你会发觉原来我弹单音，只要啱拍子弹啱晒啲音咧，其实个效果都好好听。咁唔一定话要玩到好花巧 ，OK， 咁都要花巧到咪可以花巧咯。咁有啲人可能系 A 段想静少少噶嘛，弹一下都冇所谓，就唔解啦。OK， 咁啊嚟到个系快噶咯，我做翻个 pattern 俾你。错我搞添，对唔住。啊，变化了。OK， 咁啊，冇错，咁啱每次都以为 AFCG AFG 咁样样。头先就咁样玩，右手加下啲 warm 落去啊，咁呢个都系教过好多次。你识弹，其实你会明白我做紧乜噶啦，即系譬如我单音，加下啲 chord 落去啫。OK， 咁啊，教个 A 段都教到七分钟嘅黐线。好啦，去到副歌嗰个部分咧，留意一下就系、是、佢其实个 melody 几易都会喺呢个 range 度。OK， 咁你可以玩个正版，可以玩个快版嘅，先玩个 melody 俾你睇先。都系呢度嘅啫，重复嘅。OK， 嗱呢一段真系二啦，因为左手咧系一齐落嘅。OK， 留意一下就是如果你是初学者的话呢，你玩到咁好接受㗎啦。OK， 玩到咁好接受㗎啦。熟了之后呢，自己练好左手几一五一五三呢啲。OK， 因为你熟咗呢一个玩法，其实根本连我啲片都唔使睇，拎住份谱自己可以了㗎啦。可以係。最基本可以咁啦，已经。OK， 咁我想教你玩的方法会系咧，玩高八度少少静嘅，玩个 major seven 俾佢。啊，第一次 chord 嘅时候咧 ，chord， 第一次 chorus 嘅时候咧，玩咗个系高八度嘅 F。Major seven， 跟重复低八度啦。
加唔加往都可以，随你中意啦。OK， 嗱呢个玩法会令到你有个层次感喺度嘅，然后重复低八度咯。好玩翻个顺畅完整版。低八度，OK， 你冇问题，我只猫敲门噶，系我厌死你佢。OK， 喂，咩咩鬼啊 ？OK， 好啦，咁然后啦，去到我都有勇气上传于一身，好简单。喺个 range， 你发觉好得意，佢每一段段落就有一个位一个 range 咁，有少少因为佢系可能呢首歌半 R&B 嘅作法啦，个旋律变咗咧几近啊，会舒服好多，就算你加往都会好舒服啊。你发我加往都可以加翻同一边啊，好简单。OK， 在这里我玩了左手就这样的八度。OK， 去到澎湃嘅话，可以玩翻个最简单 ，F 一个八度 ，G 一个八度 ，F 一个八度 ，C B。G， 我啱啱做呢个咧，系咩嚟嘅咧？咁啊，我啱拍咗个叫做 100% 实用钢琴伴奏系列即兴与爬音的技巧，系我唔知道会几时入嘅，但系总之拍咗呢样嘢，到时睇完就识得用呢个 fill in 噶啦。OK， 咁呢首就系都我觉得几好玩又几简单，依然系嗰句，我真系好中意呢首歌《安徒生的错》。中意嘅话可以订我频道，一路 Facebook 都可以，下边依有条 link 咧，连埋份谱俾你噶啦。中意嘅话可以 like 啊或者 share 下嘅。拜拜。